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坐。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。阿舍离存念。我弟子妙音，师从今日乃至明存，皈依佛陀两祖中尊，皈依大摩利欲中尊，皈依僧伽诸中中尊。阿舍离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师从今日乃至明存。皈依佛陀两祖中尊，皈依大摩利欲中尊，皈依僧伽诸中中尊。阿舍离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师从今日乃至明存，皈依佛陀两祖中尊，皈依大摩利欲中尊，皈依僧伽诸中中尊。请看大经科注第876页第七行看起。为是明等。说到极乐世界菩萨的真实功德无量无边啊，世尊在此地为我们说了六桩事情作为代表，那么这个地方呢是第三桩啊。第一桩是摧伏一切魔君，第二桩是尊重奉事诸佛，这都是非常稀有的因缘啊。第三桩呢为是明等，你的智慧你的德行可以作为世间人的榜样，世间人的模范啊，就这个意思。明灯比喻菩萨的智慧，照破众生明暗。世间众生确实在迷惑颠倒，完全不了解事实真相，啊，是非颠倒，所以看错了，想错了，说错了，做错了，啊，那么这些错误带给我们的果报，就是六道三途啊，众生堕落在其中，不知道处理啊，少数人有这样的善根福德因缘，在这一生当中啊，遇到了佛法啊，遇到佛法，遇到真正明白人、真正觉悟的人，
啊，他很慈悲，把事实真相告诉我们，宇宙人生的真相，大乘经典里的名词叫诸法实相，实就是真实。啊，诸法实相呢，反面就是错误的妄想。我们所认识的是一切错误的虚妄，真实不知道。啊，大乘经典完全给我们说真实相，我们要特别尊重，要生感恩的心来接受。啊，真正搞清楚、搞明白了，依教修行。啊，佛陀教导我们的，我们完全能做到。啊，这个就是为师做明灯啊，智慧光明啊，照耀众生。啊，净严书里头说得好，自具智慧能生无界，明是灯明，着重在这个字。啊，自己本来具足的智慧，菩萨现前了，啊，障碍放下了，信德现前，这是信德，六祖慧能所说的，何其自信，本自具足。啊，具足什么？具足无量智慧，无量德能，无量相好，本自具足啊。啊，所以他能说，我们能接受，我们能觉悟，啊，能悟入。啊，本具的智慧就像灯一样，灯光照射，能显众色，这个比喻。接受的人，听讲的人，他能开悟，他能够切入。啊，这叫为师明灯。又会书里头说，照世间明暗，故云为师灯明。啊，菩萨能照破世间痴迷与昏暗，啊，所以用明灯来比喻，做比喻。经上所说，菩萨种种的德能，都是我们自己自信本自具足的。啊，这个概念比什么都重要。下面第四桩事情，福田。没有一个人不喜欢福报。啊，福报为什么说作福田？这下面给我们解释：田者，田地，土地呀。土地能生长万物，能生长五谷杂粮，
啊，土地里面有很多宝藏。啊，取生长的意思。土地能生粮食，能生万法。啊，用它来比喻我们的心地。心地能生智慧，心地能生福德。啊，与举德者，造福。能得福报啊，众福得福果，使民众福田，就这个意思。啊，应供之人名为福田。应供之人是谁呢？是佛，是菩萨，是罗汉。啊，这些人，他们接受大众的供养。大众能供养这些人，这叫众福田。啊，他确确实实能帮助人呢得福报。怎么帮助？他用的手段就是教学。啊，所以我在上一次来到马来西亚，跟华校的校长老师400多人，啊，我们做了一个聚会，啊，中午在一起吃饭。我讲了10个教学卫星，强调教学非常重要啊，决定不能疏忽。我们在经上看得很清楚，很明白，极乐世界为什么这么好，这么大的智慧，这么大的福报。啊，到底什么理由形成的？啊，细心去观察，就是教学。阿弥陀佛在极乐世界的教学没有中断过，今现在说法。啊，今是现在啊，是今天啊，今时啊，阿弥陀佛示现在大讲堂为大家说法，在教学。我再回想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为大家教学49年，没有听说放过假了，逢年过节也在说法，没有停止的。啊，可见教学重要啊！啊，中国古人知道。啊，但是像释迦牟尼佛这个例子在中国找不到。啊，中国古人重视学记里头有一句话说，建国军民，教学为先。啊，建立一个国家，领导人民，什么最重要？什么是第一？教学。
啊，只要把人教好了，什么事情都解决了。今天世界的动乱，原因是什么？教学疏忽了。天下就乱了。啊，唐太宗很聪明，他能将唐朝这一代在中国历史上占着最辉煌的一页，大唐盛世，从哪里来的？教学来的。教什么？群书之要啊，他就用这个方法。不用武力，不用警察，也不必用司法，把每个人都教好了，人人是好人。这些人做的事，事事都是好事，天下太平，什么问题都没有。人的心善，言善，行善，所感应的外面的环境啊，山河大地，日月清明，风调雨顺，全是靠教学成就的。教学能不重要吗？啊，现在这个世界有教学，学校很多，教什么？教错了。啊，工作的能力有，就教了。学校教了，做人的道理没教啊。现在年轻人呢，他能做事情，他不会做人呢。教学的内容颠倒了啊，中国古代教学第一是德行，人不能没有德行啊。第二，言语要会说话，佛法里面讲的如何制止，就会做人呢啊，让大家看得很舒服啊，欢喜啊。啊，心浮气躁，傲慢嫉妒，这是一般人不愿意见到的。啊，看到这样的人，都跟他距离远一点。啊，古人跟今人的教学不一样。啊，把这些技术放在后面，第三个正事，教你怎么做事情，最后文学，那是生活里头的修养，文学艺术，丰富你的人生呢。啊，现在文艺有，正事有，言语没有了，
德行没有了，道德伦理道德没有了，这问题出来了。我们每个人都有善良的福田。疏忽了，没有人教，没有人去灌溉他，没有人去照顾他。福田里面生的是杂草，错了。探玄记里头说，生我父故，名福田。探玄记是隋朝时候贤首国师六十华严的注解。里面有这么一句，生我父故，那叫福田。生我福，善心善行。教我们存好心，行好事，说好话，做好人，这是福田。教导我们伦理道德是福田。弟子规福田呢。感应篇是福田呢。十善业道是福田。儒释道通通都有啊。我们能学习这一些典籍，认真努力依教奉献。那就生福。又优婆塞戒经，名三福田。福田呢有三种。第一种，报恩福田。人生在世，对我们恩德最大的是父母啊，是老师啊。父母生活养我的生命，老师给我慧命，我的德行智慧从哪来的？老师教的。但是现在老师不教这个。缘由是父母不重视。父母今天呢只重视怎样赚钱。没有想到赚钱有赚钱的道理，有赚钱的方法，他不懂这个。理论跟方法要是用错了，赚钱还不如无钱。为什么呢？那个钱才会带来灾祸。我初学佛，老师就告诉我一桩事情，说佛事门中有求必应。
啊，这个话在佛门里面流通得很广，学佛的人都知道。但是真正的意思，知道的人不多。啊，有求必应，怎么求法？有人求到了，有人求没求到。实在讲，有人求到了，不需要他求，他也得到。为什么？命里头有嘛，不必求就得到嘛，不求也得到嘛。啊，求到了，他认为是佛菩萨给他的，错了。命里头没有去求得到了，这就真正求到的。啊，诸位细看《了凡四训》，你就明白这个道理。啊，了凡先生也非常难得，啊，他在15岁的时候遇到一个道长，这个道长给他算命，啊，道长看相算命很凉，啊，告诉他，说他命里头有官职，你应该好好读书，参加考试。啊，说得非常准确，给他排6年。啊，寿命53岁，从15岁给他排到53岁。那么他就读书，明年参加考试，考到第几名，跟算命上讲的完全一样。每年参加考试的名次都没有错乱。啊，他到35岁，20年。20年当中啊，每一年的命运跟孔先生算的对照起来完全正确。他真正相信了，人生皆是命，半点不由人了。所以他就很老实。啊，除了读书参加考试该办的事情之外，他没有杂念。啊，为什么呢？他说杂念妄想没用啊。想了没用，命注定了，还想什么？什么都不想了。啊，35岁这一年，他在南京栖霞寺，啊，跟一个老和尚，参禅的老和尚，在禅堂里坐了3天3夜。没有一个妄念。这个老和尚对他很佩服，云谷禅师跟他讲，一般人3天3夜不起一个妄念，这做不到啊。你能够3天3夜不起一个妄念，你修的是什么功夫？问他，他很老实，他说我什么功夫也没有，我也没有参过禅，也没有打过坐，啊，但是15岁到眼前20年，
命运被孔先生算得完全准确，我相信人生皆是命，所以什么都不想。云谷禅师听了哈哈大笑，他说你笑什么？我以为你是圣人，是个很有功夫的人，原来你还是个凡夫啊！他就追问为什么我是凡夫。20年来你的命运一点都没有改变，标准凡夫啊！一般人呢，20年改变很大了，善心往好的方面改，不善的念头向恶的方面改，你没有善也没有恶，20年没动，你不是凡夫，谁是凡夫？啊！于是了凡先生向他请教：寿命、命运难道可以改吗？了凡这个云谷禅师就告诉他：当然能改，没有定法了。你动一个善念呢，善上加分了；你起个恶念呢，恶上加分了。你是善恶念头都没有啊，所以完全照着命运行事啊。20年，于是就教他：你要改造命运，命里没有的也能求到啊。他命里头没有举人，没有进士啊，这叫功名，用现在的话是学位啊。进士相当于博士学位，举人相当于硕士学位啊。他只有秀才啊，秀才是最低的，就是学士啊。命中没有举人，没有进士啊。他真的明白这个道理之后，断恶修善，积功累德啊，利益众生的事情，利益社会大众事情，全心全力去做。第二年参加考试，孔先生排定他第三名，他考第一名就不对了啊，开始就产生变化了。他就越学越相信命运全改了啊，命里没有儿子，他有一个好儿子。啊，这个儿子生了8、9个孙子，家一下就兴旺起来了。啊，寿命只有53岁，他活到74岁，延寿21年。所以命运操纵在自己的手上啊，不在别人呐、啊，与谁都不相干呐、啊。啊，佛法里面讲的福田就很有道理啊。你要懂得在福田里头种福啊。啊，尊重恭敬就种福了啊，再有行动，佛报就更大了，就更圆满了啊。我在年轻的时候我遇到这三个老师好啊，我懂得尊师重道，小时候父母教的啊，所以对于老师非常恭敬，老师才肯教你啊。你要是傲慢
浮躁，老师不教你。但是傲慢跟浮躁，现在年轻人统统有啊，我们也在所不免呢。只可以说，比一般年轻人稍微好一点。啊，小时候受过短期的传统教育，还有这么一点根。啊，这一点根呢，长大之后就占便宜了。啊，遇到真正善知识，真正善知识一生唯一就是享有传人。啊，中国古人所谓不孝有三，无后为大。那个后是什么呢？没有继承人，儿女多，那个不算。儿女当中有继承家道的，继承家业的，这个是第一桩大事。啊，一个老师有学问，有学术，要有学生承传，没有学生传他的，他这一生过失就很大了。但是能够承传的学生可遇不可求，到哪里去找啊？找不到啊！遇到了你要怎样去教他，让他欢喜接受，来继承大法，这个要智慧，要善巧方便。啊，我跟方老师学哲学，原本只是希望到学校去旁听他的课程，抗战期间我是学四年，天天逃难呢，没有学校念书啊，啊，战争结束之后，我到台湾，举目无亲，没有依靠，要靠自己做小工维持自己的生活。啊，虽然喜欢学，交不起学费，不但交不起学费，维持自己生活都非常困难。啊，所以只希望能够到学校去旁听旁听，满足自己一点求知的欲望，如此而已。啊，我们真想学，啊，老师看出啊，我的这些生活环境对我了解了，啊，就直截了当告诉我，不要到学校去旁听。
到家里来学习。啊，我们星期天放假，利用星期天，每一个星期天上午9:30到11:30到他家里去，给我上2个小时课。我的哲学是这么学来的。啊，老师告诉我，60年前，就是现在的学校，先生不像先生，学生不像学生。你要到学校去听课，你会大失所望。他说这个话。啊，在那个时候，我认为他拒绝我。不知道说话的意思。啊，所以感到很沮丧。沉默了7-8分钟。老师说这样好了，星期天我们约定到家里的上课，给我讲了一部哲学概论，最后一个单元佛经哲学。我感到很讶异，我说佛是宗教，是迷信，他怎么会有哲学？啊，老师告诉我，你年轻，你不知道。释迦牟尼是全世界最伟大的哲学家，佛经哲学是全世界哲学的最高峰，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。我是这样入门的。啊，我从方东梅先生给我讲哲学概论，我们没有书本，啊，就是2个小时谈话。我听了有疑问，问出了，他给我解答。我从这里入门的，才知道佛教里有这么好的东西，啊！而且老师告诉我，对，现在的佛经哲学不在寺庙。我说为什么？200年前。这些寺院里面的出家人都是有德行有学问，那真正了不起的哲人，现在他们不学了，他们也不讲了，所以就没有了。那在哪里呢？在经本。所以他教给我，你要真正想学佛经哲学，是最高的哲学，你到佛经里头去研究。啊，指我这么一条路。啊，所以以后我才开始逛寺庙。我逛寺庙最留意的就是这个寺庙里的藏经，因为在那个时候佛经市面上没有买卖的，买不到的，只有在寺庙里头借来看，或者是大部他不借外借，星期天去抄经。啊，我记得我还抄了10几部。啊，教学，老师找一个传人不容易啊，遇到他会很珍惜。啊，不让我到学校，以后我了解，到学校会认识很多老师，会把你的思想搞乱搞杂。啊，你认识很多同学，同学里有好的也有不好的。啊，会被染污。啊，不让我到学校，让我到他家里，一个对一个。这么教出来的。啊，那么在这个时候
我认识了张家大师，是一个蒙古满清时代的亲王，跟张家大师很熟悉，他听说我学佛，问我需不需要找一个老师指导。我说那太好了，老师是谁？他就给我介绍张家大师，也是一见如故，专攻佛学的时候跟张家大师也是一个星期一次，就星期天也是2个小时，我跟大师3年，佛学的基础是从他这奠定的，不但是言教，最重要是他身教。我们这张照片，他坐在那照的，你细心去观察，他坐在那，他入定了，在定中啊，行住坐卧都在定中，都是那么样的端正庄严。没有邪念，没有恶念，对于后学非常爱护，我星期天的上午就跟老师在一起，老师没有明告诉我，劝我修复，我命里头没有福报，没有财富，有一点智慧，寿命很短，只有45岁。修福，老师教的。求这个长寿啊，也是老师教的，不必求，自自然然的。老师教我修3种布施，财布施、法布施、无为布施。人的财从哪里来的？命里有啊，命里有财库啊。我的财库空空，没有财啊。香港李嘉诚先生财库是漫出来的。这是他私人的顾问告诉我的。陈朗先生前几年过世了，我们很熟，他常常听我讲经，他是个算命的高手，他跟李嘉诚认识，李嘉诚30岁的时候刚刚到香港来做生意，
偶然这个缘遇到了，遇到他给他看相，他给他算命，啊，问他，你将来希望拥有多少财产，你就满足了。李嘉诚30岁的时候，他告诉陈朗，如果我有3000万就满足了。陈老先生告诉他，他说你的命中财库是慢出来的，无论你经营什么都赚钱，你的命里头不值3000万了，就给他肯定告诉他，你将来是香港首富。啊，所以陈朗先生跟他的关系非常密切。过去生中生生世世修财布施啊，命里财库才能慢出来，不是一生一世修的。所以人发财，人做官，命中注定，前世修的，不是这世修的。啊，一个人的命运，40岁以前是前世的，40岁以后是今世的。啊，所以当年我26岁，老师叫我修财布施、法布施、无畏布施。财布施得财富，弘法利生要财富，没有财富你怎么做？啊，法布施聪明智慧，无为布施健康长寿，教我这三样，我真干了，干到现在62年，越干越欢喜。啊，为什么呢？财布施越施越多，越多越施，千万不要放在那里。放在那里变成死水，啊，不但没有功德，还有罪过。啊，那么才用到哪里呢？我用钱学印光法师，印光法师一生没见庙，设方供养，他只做一桩事情，印经。啊，信徒供养他的钱，他做了一个印刷厂，自己办个印刷厂，在苏州报告室，红画室，我去看过。啊，那是用签字排版，这是佛教文化事业。在那个时候，弘法利生最有效果的就是印书，啊，没有现在这些科学技术，做这个，啊，这个好啊，啊，供养的这些钱财自己没有用过，没有多去添一件衣服，没有改善他的饮食。他跟常住大家完全一样，一件衣服穿几十年，啊，所有的钱真正给施主啊做好事了，啊，自己生活很简单，什么都不要，啊，我一生学印光大师，
啊，叶三没有到场。啊，叶三也是印经。啊，印经流通全世界，不但印佛经，儒家的、道家的好的东西，我通通印，通通布施。啊，还有其他宗教的经典，我也流通。宗教与宗教之间平等，互助合作。啊，从1999年开始，我在新加坡住了3年半，团结新加坡9个宗教，9个宗教像一家人一样。啊，宗教与宗教之间没有冲突啊，像兄弟姐妹，互相关怀，互相照顾，互助合作。啊，宗教的纠纷没有了。宗教带给社会安定和谐。啊，那个时候新加坡的总统王鼎昌对我们的做法非常欢喜。夫妻两个邀请我，啊，对我们这桩事情很赞叹。这个事情做成功了，现在影响越来越大。2006年，我们在联合国办了一个大型活动，我把新加坡9个宗教邀请去了，啊，他们没有。啊，少了一个宗教，犹太教。我把澳洲的犹太教请来，凑齐10个宗教。啊，在联合国做为世界和平祈祷。啊，宗教这些人士第一次。进入联合国，啊，3天会议当中表现得非常好啊，让许许多多国家大使看到，感到惊讶。啊，秘书长赞叹，啊，没有想到宗教在一起这么和睦。啊，他们以为宗教在一起。会互相争论，啊，互相啊排斥，啊，所谓斗争呢，啊，看到我们和谐，看出来了。我们这个会议结束之后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式成立一个宗教办公室。啊，今年5月我第二次参加，我带了澳洲的宗教，啊，图文巴10几个宗教的领导，啊，参加联合国这一次的会议，很难得，就宗教可以团结，宗教要回归教育。啊，宗教要联合起来互相学习，所以我希望能办一个宗教大学。啊，很可能也在斯里兰卡把它办起来。啊，那么这是讲到佛庭，我们真正想发财。发财之道就是布施，啊，越施越多，越多越施，
你的财富会超过李嘉诚。啊，发布施重要，发布施能开智慧。啊，决定不能够吝发。吝财的人贫穷，吝发的人愚痴。啊，所以心量要大，时时刻刻想着别人，想着那些需要的人。啊，无微不至，帮助遇到苦难众生，他在恐怖灾难当中，我们应该伸出援手去帮助他。啊，无微不至最基本的就是不吃众生肉。啊，所以我接受张家大师的教诲，不到一个月，我真的选择素食。啊，那个时候学佛大概半年。啊，不再吃众生肉了，不再伤害众生，蚊虫蚂蚁都不可以伤害他。啊，以后慢慢发现呢，这些小动物可以跟我们沟通。我移民到澳洲，在澳洲我住在乡下，房舍不够大，我在房子后面再盖了一栋。啊，盖好之后，我第一天搬进去，睡了一觉，第二天早晨上洗手间，洗手间全是蚂蚁，我没办法，我就跟蚂蚁合掌，蚂蚁菩萨，你们从哪里来，又从哪里出去？你从哪里来的我不知道，那新房子怎么会跑进来？我说我给你半个小时，半个小时之后我要到这里来用洗手间，我现在到外面念佛啊，回向给你们。半个小时之后回来了，一个蚂蚁都没有了，全走了。我们可以跟他沟通的，很好商量，很好讲话。所以蚊虫蚂蚁老鼠蟑螂这些东西通通可以沟通，不可以伤害他。啊，他会给我们合作。我们澳洲的院子很大。啊，我居住这个院子，和中国170多亩，这多大的院子，所以里面做了一个大菜园。啊，我们种的蔬菜可以供养1000个人。啊，办活动的时候，这个蔬菜不必到外面去买，我们种的品种很多。啊，吃不完的送给邻居，跟邻居结缘。啊，跟邻居处得非常好，互相往来。啊，邻居他们有收成也会送给我们，啊，我们送的多。健康长寿啊，我没有求长寿啊，如果活到90岁，我的寿命延长一半，只有45岁，再又延长45岁。啊，这个很少见的。
确实证明佛事门中有求必应。你要懂求的道理，要懂求的方法，如理如法的求，没有得不到的。前些年我求群书之要，真求啊，但是想着得不到。我知道有这部书，这部书在中国失传1000年，这个书名字在唐书、宋史、元明清的历史里全没有，不知道到哪去了。原来这个书唐朝时候日本在中国的留学生他们带回去了，唐亡了之后这个书在中国就没有了。没有想到真有同学应该是在图书馆里面找到的，找到这个旧书寄给我，我这一看如获至宝。因为书时间太久了，90多年前印的，纸都很脆弱，翻的时候怕把它翻坏，所以我只看了几页，送到世界书局，我要印10000套，分送给全世界大学图书馆收藏。这个书永远不会失传，就能传世啊。经过这几年3年的宣传，现在印的人很多，我非常欢喜。我看到很多不同的本子，还有依照这个书重新拍版的，拍得好，字清楚。这是真正人类的瑰宝。中国5000年古圣先贤的智慧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道理方法，经验效果全在这书里头。这部书不但能帮助中国，能帮助全世界，能化解一切纠纷，化解一切灾难，将这个世界带上太平盛世。马来西亚汉学院建成之后叫什么？我们第一个10年专攻群书之要，我们有教授也没有学生，我们招收研究员，汉学的研究员，一个人在儒释道里的学一部书，10年的时间专攻，在这里做学问，10年的生活我们照顾，钱从哪里来呢？我就想到我们的金宗学会，
马来西亚有100多个建宗学会，世界上其他国家合起来，我估计超过200个建宗学会。每一个建宗学会养一个研究员，这一个研究员一个月需要多少钱？一年生活费用多少？每一个建宗学会负责养一个人，领养一个人，有200个学会就圆满了。如果这个学会同学很多的，他可以养2个，可以养3个，至少养1个。所以这个生活费用就不愁啊，有来源了。我们不靠募捐，不靠化缘，我们用这个方法很省事，会把这桩事情做圆满。譬如研究易经，他就在汉学院在这一部书上下10年功夫，把它学透，把它讲透，10年之后他变成世界上第一流的汉学家，易经专家，易经大师。群书之要一共选择了65种书，只要有65个人，就是一部活的群书之要。这些人要以过去来说，他们当得起过师啊。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大道理他们精通啊。让这些人我们自己设立一个电视台，卫星电视台也可以。这些老师天天在电视台24小时不停不中止的在那里传播，在那里讲学，全世界人都能够收听。这就是经上讲的发音如雷震。受益全世界人，破迷开悟，弃恶扬善，改邪归正，能把这个世人教好，让人人都觉悟，转恶为善，转迷为悟，转凡为圣，不是难事啊。2年就能看出效果，10年就看到大成。我给首相报告，首相支持我们。将来10年之后，这些人成就了，他们有著作，他们有讲演的这个录像。
这个光盘，这些东西我们送到教育部去审查，能符合博士学位的水平，请国家授予马来西亚汉学博士学位。啊，这个首相答应我了。那么这些人拿到汉学博士学位，他就有资格在全世界大学里面教授汉学。啊，他有这个能力，有这个智慧。我们今天欢喜来参加的，啊，小学的老师、校长，啊，初中的老师跟校长，十年之后，他们就是全世界一流的专家学者。啊，这个时候，汉学院就可以正式招生了，啊，有老师了吗？现在招生没人教啊，所以现在十年培养老师，培养的方法一门深入，尝试熏修，落实在读书千遍其义自见，自然开悟了。我们要相信这个道理跟事实。啊，所以报恩父母师长重福的地方。现在人把父母师长的恩都忘掉了，怎么办？我们提倡我们的教室、我们的摄影棚啊，都挂着老师父母的照片，天天面对着老师，面对着父母，把我们的学习功德回向给他们，报恩啊，念念不忘啊。啊，放在教室，放在讲堂，放在摄影棚，啊，摄影棚小佛龛里面供养天地君亲师，这是中国文化传统里面最精彩的一部分。中国人心地厚道，念念不忘上天，不忘大地，啊，不忘祖宗，不忘领导，这个君是领导，国家领导人，啊，亲是祖先，老师，这五个字。我小时候在福建住过六年，啊，我的印象非常深刻。人民的家庭，每一个家庭堂屋都供天地君亲师，全都包括在里头了。
这报恩呐、啊！啊，父母师长。第二呢，功德福田。功是修行的功夫，从修行功夫上，你真正得到智慧，啊，得到真实的功德，这是以佛法僧三宝座代表。啊，第二类的福田，佛法僧是我们的老师，我们要尊重，我们要礼敬。啊，第三种贫穷福田，贫穷困苦之人，我们有义务要帮助他们。啊，日常生活当中常常想念着贫穷的人，啊，要怎样去帮助他？帮助贫穷人，除物资之外，啊，吃的穿的，除这个之外，教育非常重要。教育能帮助他开智慧，啊，他有智慧，他就有谋生的能力，所以要教学。金经云最深福田，表诸菩萨于种种福田中最为殊胜故啊，无量寿经上讲的福田，讲的种福田是指西方极乐世界这一些菩萨们，他们智慧大，福报大，有神通，有道理啊，他们种福田范围非常广大，能帮助遍法界虚空界一切诸佛刹土里面六道受苦众生，他有这个能力，有这个本事啊，我们要向他学习。我们没有那么大的能量，啊，就我们周边，特别是我们居住的环境，这一点一定要知道。啊，居住在这个环境里头，三年，邻居要互相不认识，互相不往来。我们就不配做佛弟子。啊，三年时间应该感化这个村，感化这个小镇。啊，让人都修好了。为什么？我做三年的榜样，做给他们看。很重要啊！啊，教化众生由近而远呐、啊，由亲而疏啊！啊，家要不和，那就非常困难。啊，度化众生从哪里做起？从家人做起。家人为什么不相信？你做得不好啊，他不相信你啊。
啊，胡晓林居士，啊，他的讲学最受大众欢迎，啊，我们都不如他。为什么讲得那么生动，那么感人？他亲自做到的。啊，他是怎样孝顺他的父母？没有学传统文化之前，没学佛之前，不知道。啊，自己以为对父母不错了，其实不孝啊。学佛学传统文化之后才明白，他真正改过，真正回头啊。啊，把《弟子规》《感应篇》《十善业》做到了，全家人感动。啊，全家人学佛了，没想到学佛这么好。所以自己要做出来，家人要称赞的，邻居要称赞，街坊要称赞，你才做成功啊。啊，时时刻刻帮助别人，关怀别人，爱护别人，你爱护别人，别人会爱护你。那我们在澳洲建立一个建宗学院，今年11年了，再过2个月12年。啊，感动这一个城市，这个城市居民12万人，啊，建宗学院出名了，在这个地方没有人不知道建宗学会，对建宗学会的赞叹就一句话，建宗学院的人都是好人。啊，最难得的是我们把当地10几个宗教团结起来了。啊，去年3月，我在澳洲跟他们见面，他们主动提出要求，告诉我，图文巴的宗教要联手，要把这个城市打造成世界上第一个多元文化示范城市。太难得了，这是我们多年的愿望啊！我没有劝请他们，自动提出来。啊，所以今年5月，我邀请他们到联合国做报告。啊，这个小城很有意思，土著很少，都是移民过去的。啊，所以12万人当中，有80多个族群，有100多种言语，不同的言语，有10几个宗教。啊，确确实实是多元文化。你看，不同的宗教，不同的族群，不同的言语，住在一起，像兄弟姐妹一样，互相尊重，互相敬爱，互相关怀，互助合作，多好，这么一个生活环境。啊，12年成就的。
我们的真干呢、啊？不干不行的、啊。啊，我们还特别请了一个人协助我们，专门管这桩事情，就是和睦大众的事情。啊，99年，1998、1999、2000年，我在新加坡做的这个工作，团结9个宗教，2000年我移民到澳洲，接替我做这个工作的汉尼夫先生，他是伊斯兰教。他的老师跟我是好朋友，我在澳洲想做这桩事情，找不到带头的人了，没想到他的老师把他最得意的学生，而对这桩事情最有经验，我离开新加坡这么多年，他一直在新加坡做团结宗教，他有经验，他有方法，啊，所以他到澳洲去来了，啊，我让他专门做团结宗教这桩事，做得很成功，做得令我很满意。非常难得啊！这个做成功了，可以给全世界做榜样啊！所以一定要推到联合国去做报告啊！爱好和平，向往和平，找不出方法，找不出理论依据，可以到图文吧去参观，去考察，啊，去做研究工作，然后向外发展，推展，好事情。啊，这是大事情，有助于团结全世界的人民。啊，我们共同来造地球上的盛世。啊，让地球上的居民过着最理想的生活。这个地球没有战争，没有斗争，啊，甚至于可以做到没有竞争，安和利乐啊！教育能办得到啊，不是做不到啊！在佛法，就是这一部《无量寿经》，这一部集注就能够做到天下太平，不用太多啊，太多了是一些爱好啊，不同的理论与方法，他们可以做研究工作。实际上我们所需要的这部书里头讲得很圆满，很透彻
啊，这一部书我们要用唐太宗的群书之要，是四库全书的精华。那我们也可以说，这一部无量寿经记注是整个佛法的精华。这一种够了，不要再搞多，不要再搞杂，不要再搞乱了。啊，这一部书就能救中国，就能救世界。啊，要深入去研究。啊，要把它读上千遍万遍，其义自见呐，你智慧就开了，经里面意思完全明白了。啊，这一桩事情，我们自己年岁大了，体力衰了，啊，但是有年轻人，还有小朋友发现，啊，下一代，再下一代，决定是地球上的盛世。啊，古圣先贤传统的智慧学术一定会大大的发扬光大了。经言书里面说，能生无善，名胜福田。无范围大，指一切众生。啊，如果说能生人善，那在设法界里只有人道，其他道没分。用无好，无包括人。人不包括物啊，物是把设法界完全包括自己，上面等觉菩萨，下面无间地狱啊，只要遇到佛法，没有不生善的，这个福田叫圣福田，无比殊胜啊。一能令众生出生善根，故名为圣福田。啊，确实能令无量无边的众生，因为学佛二生善根，因为学佛能够回头断恶修善，改邪归正，这是真正的福田啊！啊，因从善根福生啊，福可生长无量诸佛之果与善因，在前面讲过。啊，不但能生无量佛果的果报啊，同时又生善因，善因又生善果，辗转无尽呢。啊，这个意思太好了。
至于为师明灯，最胜福田这两句，应该于下文树胜吉祥看守供养，作一气度其意自解。啊，后面这两句，树胜吉祥看守供养，诸佛菩萨、阿罗汉这些圣人，为什么能接受众生的供养？道理就在此地。他们的智慧、他们的德行、他们的教化，教化就是身行言教，不仅是言语，他做到了，他所说的他自己全做到了。身行言教，这是殊胜吉祥。文殊大师圣号的含义，文殊就是文殊师利，文殊菩萨，文殊可以翻译为圣，殊圣，微妙第一，师利可以翻成德，吉祥。殊胜吉祥，文殊菩萨名号的含义啊。那么我们先前佛门里头高僧大德居士当中，大居士啊，也接受大家的供养，居不居足殊胜吉祥呢？这个意思很重要啊！如果没有殊胜吉祥之德，我们接受供养，这个债怎么还？古德有言：“施主一粒米，大如须弥山。今生不了道，披毛戴脚还。”这个话说得非常严肃啊，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供养不是白受的，你要能消化得了啊！你要消化不了，它全是罪业，来生怎么办？啊，学佛第一个就要相信，生命是永恒的。啊，不是人死了就没有了，死生死，我没死啊，这是事实真相啊。我要是死了，谁投胎？
啊，一般的状况，多数人没有什么大善大恶，死了之后49天，灵魂就投胎了，就转世了。啊，大善大恶不需要49天。啊，大善，他立刻就升天了。达不到天道的水平，他就在人道。人道有富贵，大富大贵，啊，他也不需要49天，很快。啊，造作极重的罪业，无间地狱，啊，他没有49天，这里断气，他就到地狱去了。啊，畜生道、恶鬼道、人道，普通的人道，有49天。啊，所以49天是关键时刻，在这一段时间里头，每一天给他诵经，啊，念佛给他回向，他得好处。啊，不生净土也得好处。有这么多人关怀他，祝福他，啊，他能够减少他的痛苦，离苦得乐。所以殊胜吉祥多重要啊！我过去跟李老师10年，在家居士。啊，10年当中，我观察老人家的心意、生活，他跟出家法师没有两样，只是没有穿这件衣。啊，那多少出家人比不上他？他持戒很严，起心动念从来没有替自己想过。啊，想的是正法救助、弘法利生，他想这些，从来没有想到自己的生活。啊，居住的环境，一生在台中38年，住一个小房子。啊，小房子多大呢？啊，他全部的房子大概只有我们这摄影棚一半大，盖了3间。啊，一个客厅，一个佛堂，一个卧室。啊，这一半盖3间。在台中一生呢，住38年。啊，台中莲社的莲友都是跟他学的，以他为老师，50多万人。往生之后，我们收拾他的遗物，才发现里面的汗衫是补的，破了再把补，袜子是补的。啊，这个时候他老人家活在世间，没有被人发现过。谁替他补的？自己补的。那如果别人晓得的时候，把他那个换掉了，买新的送给他。他那么样的节省，啊，信徒供养这些衣服，转手就送给那个贫穷的人。没有衣服穿的人送给他了，啊，新的送给人，自己穿旧的，
他在台中建的有联社，有图书馆，慈光图书馆，有两个幼幼院，有一个菩提医院，还有一个老人院。经营这么多的慈善事业，都是为社会大众服务。跟他的人没有不受他感动的。自己要真干了，教人才相信呢。自己不真干了，教人人不相信。文殊师利是梵语，他的意思，文殊是殊胜的意思。是微妙的意思，是第一的意思。思虑呢，可以翻成德，翻成吉祥。所以殊胜吉祥，意思就是文殊思虑。文殊思虑这个名号的意思就是殊胜吉祥。殊胜吉祥，看受供养。大日经称文殊为妙吉祥，文殊表根本之，乃其佛之思，其不是数字，代表圆满。那什么意思呢？殊胜吉祥是诸佛之思，每一尊佛都要修得名实相符的殊胜吉祥。今极乐诸菩萨具备文殊大师之智德，寥寥见自性，明心见性，故为最胜福田，堪受一切天人之供养，堪受供养，堪受一切人天的供养。为什么？他有这个德行，人家供养他众福，他是真正福田。我们要充实自己的道德、修养、能量，要求禅定，定能开慧，有德、有定、有慧，才能够教化众生，那才是佛的真正弟子。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学习到此地。